拉斯团的学员啊，这个进阶班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巴黎铁塔上吃饭，是吧？感受一下巴黎风情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才想完第二天啊，这餐厅打电话来呢，说这个工作人员安排错了，以为我们是十一月。我说现在才九月，怎么会到十一月呢？这是阴错又阳差，是吧？那结果呢，这个刚好打电话来这个人呢、啊，良心发现说，其实呢，我们这里呢不是最高的，拉斯维加斯还有个更高的。那多高呢？啊，108层的楼高，这么高。结果就经由介绍啊，就到了那个餐厅啊，在108层，比台北101高一点了，是吧？高了几层了。那么果然啊，这个天地的安排啊，安排啊，给我们学员好中更好，所以到了这108层看得更清楚。那么这个我们从楼下第一层坐电梯上去，108层大概只有30秒钟，是不是、啊、就到了。所以让我猜到这件什么事呢？有些老爷的电梯啊，就光2层就走了1分钟。人家这108层走了30秒，是吧？所以跟我们这个修行啊，这个可以从中啊参悟到，一切看自己如何决定，对不对？走2层你也可以走1分钟，还是走108层走30秒。所以这个快慢的速度啊，当你自己设定好了，那就看个人啊是如何抉择。那么希望我们全世界的苍法学员啊，你的这个修行提升的速度啊，要像这个空中餐厅的这个电梯啊这么快，是吧？而且呢是真正能到达，不是30秒打开还在第2层，那不行。30秒上去的时候已经在108层，啊，所以一切一切啊都是啊看你如何去决定。要或不要啊！我们这一次拉斯团进阶班2期的学员呢，几乎人人都相当的精进啊，人人也都在这几天课程中相当的把握。所以我发现所有的学员呢、啊，在这几天当中，这个各方面的进步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么，这个人生就是像演戏一样啊。我们几天在拉斯维加斯的相聚啊，这会儿大家又开始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，家庭啊，居住地，在这个我们的共同期许下，准备要更加的发光发热在人世间。所以这个拉斯团呢、啊，的确有一种奇妙，就是来了几天之后的学回去，觉得都能量满满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，大概真的是红尘好休息啊。对比它啊，这一放上去之后啊，这个感觉要立刻抓住当下，把握学习，所以进步就特别快。